家好，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纳库的大冒险。哦，好，冲啊！等，你们就只打我，这两个人在那边，你们都不理他。看起来这是一个好办法。太多了啦。找了吗？气死啊！有这样子用大绝啊！先收拾后面那一只再来。不行，有什么？哎呀！吓死人！可是这样的话，我要怎么过去呢？水晶拉克来了。Stealth Knack is back. Yeah. 我去补一下日常食，日常食太缺乏。
感觉好危险啊，跑到这里来。 在空中也要把你揍飞，哇，那个风扇感觉就好可怕，呼呼，哦。 大风扇人最惊险。耶！ 感觉就可以打，决定先去洗电风扇。 密室侦测装置，大家应该是不用担心漏掉密室了。 怎么啦？这个很难躲哎、欸，太大了，它要怎么躲？跳一下，像跳绳那样，说不定可以，还是不太行。 好吧。 又打不赢了，太令我伤心了。
哦，我知道。补血，补血！Rider。哇 ！Uncle。就来的和他一起。我也只能继续把敌人杀掉了，两个都这样死了。他没有给我一个 R 的提示。水晶大颗先去按开关再来打，越来越难打，气死我了。终于，我觉得前面那个要是失误的话，啊，好险！还没吗？No！ 可恶啊！真的只能用隐形纳克打，
掺死。嘿，呼呼，好险哦，注意到。看来是要变回大了再打。冲这里！缆车在那边。蛮怕掉下去的。哎！哇哦！不妙！啊呜！平常干嘛不这样？这样多方便啊！ Wait, what just happened? Everything seems to be in the right place, but they're onto me. No more sneaking around. 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获得最新影片的资讯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